荠菜可以说是春分时候的野菜之王了，几乎全国各地都有。挖荠菜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在春分时候拿一个小轻轻一旋，这个荠菜就拔起来了，它的根儿也很浅。荠菜呢也是性凉，也有这个清肝胆之热，而且还有解毒利水的这个作用，很容易上火的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荠菜。